烧油没跟没价钱哪还高，咱也不知道，那不知道。你分怎么回事啊？就那小区都没人用了，这根本没人交采暖费，你收不来，你烧锅炉烧不好，没采暖费你取不来，没有利润的。对，那肯定空气不好，那能好吗？那这烧油比怕老了，对不对？那定局的事儿的。灯造价高低咱也不知道，人老板算账，咱也不算账，咱一天就干完就完事儿，对不对？베이징역시9월과10월두달내내이틀에한번꼴로스모그가발생해몸살을앓았습니다. 11월초엔초미세먼지농도가400마이크로그램까지치솟아세계보건기구기준의16배를넘어섰습니다. 베이징의한아동병원입니다. 호흡기질환으로아이들이밀려들어접수하기조차쉽지않습니다.4:30以后挂的号多吗？是吧？你给14的要点号吧。每天都这么多人吗？每天妹妹也说要等2个小时。那我不在这儿，我们这边人也多。天天这样吗？天天都这样。那我现在要过来得排多长时间？这个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我也跟你说不好。现在挂了多少号了？具体那些人都什么时候来？有几个大夫？现在都不确定。你家小孩怎么了？有点咳嗽。为什么呀？感冒了。拿点药，外面买点药不管用，有点咳嗽，喉咙有点疼，再拿点药那种。今天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在感冒，然后那个咳嗽吧，输液输了几天，可能是有鼻炎，好像是上一次说。每天早上起来就一下就能喷出好多那个。妈妈，你觉不觉得跟那个雾霾天有没有关系啊？还是天气是吧？啊、嗯，有关系，肯定有关系、啊，是吧？이렇게최악의스모그사태를겪다보니중국인들의생활에도변화가생길수밖에없습니다난방이시작되기전부터베이징시내의가전제품매장은톡톡히재미를보고있습니다와이게뭐죠以前有卖的以前也卖但是没卖这么好一般现在北京的之前空气没那么糟糕，现在尤其今年一供暖，暖气烧煤嘛，更脏了空气。所以这两天马上要供暖了，所以买的太多。건강에대한우려가커지자살균기능을향상시킨신제품까지등장했습니다我这个叫空气消毒机，消毒机，因为它有卫生部的认证，因为它有杀菌喷淋、杀菌消毒的作用。就是全中国唯一认证能叫空气消毒机的只有这台机器。중국당국도비상사태입니다낡은전통가옥들이밀집해있는한주택가집집마다석탄난로를없애고전기난방시설을설치하느라동네가어수선합니다이미올초에강력한스모그를겪었던중국정부는베이징시내핵심지역인44,000가구의난방시설을전기로교체하고있습니다那这工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工程是10月份开始的。哦，那就今年开始就用这个煤改电了，是吗？对对。去看一下那煤啊，没有。이미설치작업을끝냈다는장요성씨겨울이면연탄을사재기할정도였는데지난해쓰고남은연탄은이제무용지물이됐습니다看看风味煤，这个是以前用的吧？去年的，去年的。对，今年这个。今年没有。今年没有。今年没买。不用了是吧？不用了。这看看，要那什么不行了，处理不了了，就把它烧水烧了去，那怎么办？那也不能糟践了呀，这个。啊。这是在现场系给安好了，就是没给通电，不让开。现在就这意思，就是。现在不让开。不让开，然后没给。还没给接。线还没给接上呢，不是吗？没事，他还没给按呢，这不是、啊？这个是您自己买的还是政府给的？政府补贴多一半，自己掏钱掏少一半钱。花着这钱没给电是不错，这家里也干净。政策呀特别好。现在是乱。嗯。采取严格的污染减排措施，尽量减缓污染加重的程度。
중국 정부는 하루가 멀다 하고 자동차 2부제나 공장 가동 중단, 대규모 야외